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台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1年8月25号，旧历的7月28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中华县政府推广防灾教育活动，其中上届受欢迎的灾民也受体验活动，将伫咧9月1号到5号开放报名。宋山经营路三段217巷水沟塌甲真严重，影响着排水。乡民代表吴家发甲乡亲苏伟俊前往会勘，安排清除工程。新冠肺炎患者康复了后，真侪人出现痛、失眠症后危症，中华病院就来协助患者用高压氧雷治疗，讲这个效果袂歹，都有来改善哦。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彰化县政府为着落实推广防灾教育活动，25号透过记者会宣告系列活动正式开始了。其中，上届受到家长甲小朋友喜爱的防灾宣导体验营、灾民业小体验的活动，按这个9月1号到5号开放报名，好民众知影拄着地震时阵如何自救，将伤害降到上低。高水的小朋友跳这个趣味又够有教育意义的防震舞，双手伸出来，蹲下，再来是我们的掩护。馆长王惠丽表示，去年的防灾教育日，伫个园林的园林员举办灾民夜宿体验活动，得到真热烈回响。今年个活动扩大到八卦山沿线，也就是彰化东站的乡镇举办。去年我们是在园林员来做一下示范，那示范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年呢，沿岸的4个乡镇，我们就先行来举办。那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同仁知道，遇到了这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一些的处置，怎么样才能这个有秩序的不稳不乱的。行政院灾害防治中心副主任也讲，国家防灾日是全国伫咧推动的一系列活动，透过防灾教育宣导活动，强化民众防灾知识甲自救能力。国家防灾日是全国去推动的一系列的活动，但是我想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成为这个台湾后成为一个非常有记忆的社会。消防局指出，这个活动当中最受欢迎的项目就是灾民夜宿的体验。9月7日到9月7日受理报名，欢迎乡亲踊跃来参加指挥关注重视防灾议题。大众新闻，听向中华采访报道。好，过来来看，陕西中央路三段217巷哦，当地民众向乡民代表吴家发来陈情，表示哦，讲这个厝门前的水沟塌甲真严重，搁去影响着排水。乡长苏伟俊哦，特别前往会勘，嘛来安排清除工作，维护着环境卫生。陕西有民众向乡民代表吴家发陈情，表示伫个中央路三段217巷厝内门口头前的水沟啊塌掉的非常严重，影响排水。安静讲，安消了就好了。哎呀，消这些唔对啦，安消啦，安消这些啊。我乃是消这些啊，拢尾也塌了，塌甲满满。安怎不讲？我哪知道？啊，今摆你来了，紧甲你讲。我今仔甲你反映。早会趁下，啊，早你出入来较不方便啊，比较安全啊。啊，今仔带乡长无？带乡亲啊？啊，带乡亲有无？乡亲可以啊。感觉咱乡亲确实对地方那个建设在做安排啊。咱伫中央路吼三段啊217巷，咱这有一条水沟吼，那么因为等地线吼，请所以预期的情况，啊，那都落的情况，这个水沟的水容易淹起来，啊，那么咱今仔现场会看吼，啊，来把水沟啊给清个清气，哦，咱这那个排水系统会当较顺畅。
陕西乡民代表会同乡长苏伟俊前往会勘，表示将会安排苏俊工程来维护当地环境卫生，让乡亲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大众新闻叶宏武陕西采访报道。啊，那个来关心，有真侪乡亲哦，为着新冠病毒了后，也是有来出现着失眠、运动、走路较会喘的等新冠症状。卫福部中华病院就来安排着两名女性患者接受高压氧治疗了后，其中一名患者肺功能大幅改善，运动较袂喘；另外一名会失眠的患者嘛，渐渐一眠困到天光。打篮球变甲真喘，开车开到起爱困。李小姐讲，也未较进进前真爱拍球，想袂到较进了后虽然好啊，但是登到球场投无几粒球就真喘。就是投篮，那个确诊后就是有去一次投了三球之后，就整个人很累，然后在旁边就休息这样。那我们做完高压氧之后，就是有就是再去投一次篮。觉得就是投到十，可以投超过十球、十五球，然后都还可以顺利的，就是都有碰到篮筐这样子，就觉得改善真的很多。除了用一算以外，市民嘛是当新冠的镜头之一。精神科医师表示，真侪确诊者后来都是因为市民来看精神科，透过高压氧治疗，确实当大大改善这个镜头。即使那个身体状况已经复原了，却开始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这在长新冠里面确实有一群人会有这种失眠的问题，他一直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改善的。那接受了几次高压氧的治疗之后，他在高压氧的过程当中就觉得是比较放松的一个感觉，身体重新找回了这个放松的感觉。实际上呢，高压氧对于这个长新冠的部分呢，但是我们的结论可以是说对于这些如果症状上没办法以其他治疗方式得到很好改善的病人的话，可以去做一个高压氧的治疗性的尝试。医师表示，高压氧会当促进组织修补，对于治疗 COVID-19 造成身体慢性发炎有一定的功效。有当新冠症头的患者，会当甲医师讨论考虑治疗方式。大众新闻中上中华采访报道。即马正是连营大出的季节，关于员工用水火是招厝边头尾做伙来行连营歌，将传统的好滋味继续流传落去。广告了后，马上回来。玩具总动员系列，你最熟悉的角色 ，The actual Buzz Lightyear in the flesh， 见证它的起源故事。We have to get everyone home. We can help you. 皮克斯《巴斯光年》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50%，快播0809-009-658。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明仔是拜五，也是旧历的7月29。根据通俗的记载，明仔在位公爹正当风，何时是早起的11点到下晡的1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过来来看到福建省桥头村甲鹿港交界的第四、第六公墓，位置咧市区的中心位置，对着都市化的发展，地方要求迁种开发的声音真大。工作即马嘛来完成着募集调查的工作。
讲目前阁有一半以上乡亲也未来迁宗，希望乡亲伫咧明年三月底进前，将祖先来迁宗进塔。整理环境垃圾的公墓，提升乡民的生活品质。桥头村的公墓今年进行墓志查古，总共有第四公墓40坪，第六公墓670坪。公所嘛将公告两年为迁葬期，按今日开始到112年的三月底，进塔半价优惠，各类墓主主动迁葬。第四甲第六号公墓吼，伫旧年度伫前年吼，咱就来鼓励着咱的所有咱只民众吼，会当来。迁葬，咱希望各地来迁葬吼，因为这个所在是桥头山，是一个真重要的所在吼。因为都市发展哦，已经拢起来啊。这个咱这个第四公墓甲第六公墓吼，伫咱这个生活的这个市中心的内底。所以讲咧，咱公所伫这个第四公墓甲第六公墓已经建葬超过20年以上啊吼。所以讲哦，伫园丁就职了后咧，就来各地咱的民众来迁葬吼，希望讲。在这期间内底呢，会当赶紧来迁葬吼，这个所在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到目前为止呢，咱进行啦有来做查古的动作吼，总共只有670几门的这个哦做风水吼，拢也放伫咧遮。伫近两年来呢，咱鼓励咱的民众迁葬哦，到明年的三月三十日吼，伫咧三月底吼，咱鼓励迁葬的这个公告两年就期间已经到啊。但是目前呢，总共有来捡过，来捡金的，总共有380多吼，将近400门的这个风水吼，已经拢有千种啊嘛，已经拢有捡金啊，但是还阁有真济吼，直接要鼓励咱诶乡亲呢，会当啊赶紧伫这个3月30日的进前呢，会当啊赶紧来甲咧因的先人吼，甲因的祖先吼来甲伊千种来去进塔的这个动作吼，鼓励大家。公所目前正积极在准备迁葬作业，范围是属于公所的土地，大约3.3公顷。完成了后，将兼顾地方民意，规划运动休闲、特别化公园以及村民活动中心、停车场等设施，提供民众良好的生活环境，带动周边的商机发展。大众新闻林桂英、福兴采访报道。福兴东区福伦社25号伫个罗岗镇杨厝里圣安宫举行捐赠社区关怀祭奠物资的仪式，发送着肉品赞助共餐物资。县长王贵美、罗岗镇长柯志宏、县议员陶淑梅，拢真感谢福兴东区福伦社连续5冬关怀照顾长辈营养健康。一透早，福兴东区福伦社就把新鲜的肉品送来到罗岗镇圣安宫的工厂，将这个物资来送给镇内有在开办共餐的社区使用。社区关怀老人共餐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我非常感谢我们全体社友大家出钱出力来完成这一个共餐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我们已经长达5年的时间。那每天在我们大陆港跟大福星已经所关怀的社区已经有超过28个以上哦，那每天所关怀的年长者已经超过了1500位，这一切我都要感谢我们陆港镇的大家长哦，我们许志宏镇长，还有我们帮我们引荐的这个土鼠妹议员哦，这5年来都陪着我们一起来关怀社区。对于点点啊付出的社友，县长王惠美、罗岗镇长柯志宏以及县议员陶淑梅是真感谢。耗资100万以上哦，来关怀我们现在福禄秀的一个长辈哦。那从过去可能单单几个社区，到现在几十个、30几个社区，因为我们呢这几年一直在推动所谓的关怀据点哦。那张鹿港镇部分的话，从有31个里到现在，那也有10个地区在做关怀据点的哈。那再就是希望把长辈在社区里面得到最好的照顾。那除了我们县政府的补助之外，也要谢谢我们鹿港东区福伦社，他们呢把这么好的有营养的这个物资啊，再提供给社区，所以来的长辈啊都吃得非常的高兴，吃得非常的营养。也当讲交集咱鹿港所在社区的理事长共同来做这些捐赠的一个活动。那尤其阿吉哥你来，感谢咱历届社长，还有我们说社友，大家当讲有钱出钱，有来出来，大家共同为咱地方一寡吼，这安尼共餐的这关怀据点，来做物资的吼一个捐赠，会当提供给咱一寡在时代，会当讲伫咱社区内针对这个安尼用餐的时阵，
哎，咱把这营养提供更好。福兴东区福人社所创社长一直到我们的施社长，这五年来支持着我们社区关怀据点，包括福兴跟鹿港，这个善举也是因为当初我跟王惠美还在当立委的时候就跟他们建议，所以说持续五年来都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在我们大鹿港地区，过去有五个社区，现在已经有八个社区，还有两个社区正在筹划当中。我相信把这个爱一直传播下去，我们各社区的长者能够来到社区来运动、来做学习、来做一些等于说文康活动，啊，到这老伴大家有开讲，吼、哦，较袂老人失智，吼、哦。复兴东区福伦社这群少年的资深家，卖继续付出因的心力，做过来关怀长辈，让长辈都会当食了健康，过了快乐。大众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现在正是冷饮大出的季节，关于员工用水花，用传统的方法烧茶，将冷饮烘做冷饮干，和这个传统的好滋味，会当一代传一代。冷饮的三季之到，关于员工用水花，嘛要开始闻到烘冷饮壳啊，这项真高工的工作，讲用水花机关已经做几多十年了。虽然时代进步，会当用瓦斯或者是用电力来烘，但是若安尼偷食无，冷饮壳啊烘起来会真歹食。哎，无好食，迄肉袂 Q， 哎，骨袂香，迄拢烂烂，若白起拢烂烂，迄人拢用过啊啦。迄袂用是，啊无咱嘛是爱用，那是咱敢袂用遐，嘛是会用，但是都无法度，迄袂好食。无食。嗯，袂食。肉拢干白开吼，拢像迄过几啊冬安尼烂去安尼。啊，咱即摆咱即白开是会幼，安那是有弹性安尼。有丝安尼。烘莹莹壳啊，爱开真侪时间，三点钟爱变一变，所以一开炉根本就免困，运搬嘛真够工，搁真了力。好佳在装天车了后，加真省力。那我放无烦。即卖偌方便嘞、哦，用停车恁老啊冲不烦，安尼家己就是行啊。困，咱有啥困？火咧倒，要人安怎困？三点钟爱冰一盖，爱吊一盖换头，一直换落，顶头换下头，然后中换顶头，安尼去冰。国营水会议员表示，早期烘冷饮壳仔是为着躲三顿，为着延续这项传统，嘛烦恼这项技术的失传，所以每年到了冷饮季，伊也是拢会招厝边头尾做伙来烘冷饮壳仔，把这个传统的好滋味留落来。大众新闻张尚辉段采访报道。蒜山香农会竟然把地方农特产番薯加蒜头摕来做一个手工烹制的材料，乡村一个小等的带乡亲来去看卖。大家好，我是电池学医师。防疫已经是你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今日就让丁医师来为大家复习五个防疫好习惯。第一，每天量体温，艰苦紧就医。第二，嘴暗爱挂好，垃圾爱替换。第三，正确接洗手，卖摸眼嘴鼻。第四，距离爱扭开，病毒未传染。第五，环境定清消，空气爱流通。透过以上五个防疫好习惯，会当帮助咱提早发现身体的不爽快，卖当降低接触甲传染疾病的风险。防疫的路途，每一个人拢真重要，和咱做伙拍拼，守护你我的健康。Hello, Buzz.I am Socks, your personal companion robot. 见证玩具总动员巴斯起源。You're inhibiting my visual. Oh, sorry. Is this better? Negative. 皮克斯巴斯光年。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 50%， 快播0809-009-658。欢迎继
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为着鼓励长辈带着孙仔做伙来到社区学习参与活动，河滨镇滨社区特别伫咧休热期间开办代间音乐疗愈的课程，透过做乐器、耍音乐的过程，增进亲子互动，嘛来达到音乐疗愈的效果。所以吼，咱头前两个，咱头前两个讲古字。隔壁镇滨社区为着鼓励阿公阿妈斗阵带孙来社区学习参与活动，特别伫咧暑假期间开办代间音乐课，前三堂家己动手做乐器，再来共同合奏。要特别安排这个音乐舞蹈的活动哦，阿公、阿嬷、甲这孙啊，来这位做这个一个乐器啊，来参加这个活动安尼。那这个音乐舞蹈课程有别于以往，我们是主要的进行的是世代共融、代间学习的音乐舞蹈课程，让长者跟子孙，可以在这个暑假，这个课程里面能够做一些感情上的交流。然后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回忆。集团分作拍鼓、响板、甲摇铃三部，伫咧老师的指挥之下，共同来合奏《淘汰人望春风》电歌曲。老师透过这首变化来活化长辈脑力，大家是瞬间就欢喜。自己做乐器啦，自己表演很有成就感，而且能够跟那个小孙女在一起呀、啊。陈炳祥总干事指出，暑假期间，真侪长辈因为要顾孙，无多参与课程，即届特别开班代间音乐课，鼓励甲孙斗阵带来社区，同齐做乐器、耍音乐，嘛接触来提升妈孙的感情，透过音乐来放松身心灵。大量新闻，叶芳如何美采访报道。双山乡农会为着推广着农特产，将咱在地生产的番薯、蒜头摕来做手工烹制。这款的渲染手法完成的手工烹制，讲一块一块，就好亲像是艺术品同款。双山行动会办理的是照顾喜欢计划，开始制作手工皂的课程。这次特别将地方农特产番薯和蒜头提来做手工皂的材料，原艺结合手作，非常特别。是我们台湾本产的蒜头，虽然味道比较香。啊，因为我农会有做一个迄个蒜头前效冷静结义，啊，就那个概念，我们就拿来请我们的那个这个活动里面就来做那个蒜头清肤皂。啊，因为迄、那个。做肥皂的时候呢，它的疗愈效果非常的好。这个蒜头有它很好的功能。现在刚刚就是我们的蒜泥，大概是蒜末，大概有120公克左右。那我们的橄榄油大概也是1:1，大概又下了120公克，这样子让它慢慢。接触身体皮肤的清洁品如天然如好，除了爱用好油以外，成分的处理也很重要。尤其蒜头的味这么重，到底是要如何将它变成香公公的手工皂？蒜头它是它经过温度的处理上，它会是香的，所以我们就是利用像在家里煮饭的概念一样，就是让蒜头跟我们做皂的橄榄油先结合，让它有点温热的效果，然后同时可以达到我们本身对于蒜头一些外在的一些水分。的那些杀菌的作用，所以它保有蒜头原本的香气，但是不是浓郁的那种硫化物的那种蒜臭味、哦、然后当然还是会配合一些符合这一款肥皂的香气，所以我们会加了一些精油的味道在里面。按白蒜头橄榄油，用手来接蒜头原汁，过程相当高工，而且每一个步骤都非常重要，只要到位出问题，就会影响成品。看老师的皮肤，我们就知道跟着这个老师学都是非常棒的事情啊！我们大家希望大除了吃会吃的健康以外，也希望我们让我们自己会变得更好啊！所以我们就倒三个点，好，所以可以一个人倒一个颜色哈，好，然后换下一个颜色。
除了打折以外，老师也用栀子粉、青黛粉来雕塑，透过渲染的手法来完成一块又一块跟艺术品同款水的手工皂，看了真正非常疗愈。大众新闻叶宏武线西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116公吨，平均的价钱是每公斤19.8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24.8元，中价18.3元，下价10元；高丽菜上价30.7元，中价20.7元，下价13.2元；姜上价42.9元，中价23.3元，下价17.2元；菜瓜上价21.5元，中价14.2元，下价9.9元。花椰菜上价73元，中价67.1元，下价39.2元。鸡鸟菜上价40元，中价26.3元，下价17.5元。包心白鸭上价19.6元，中价13.3元，下价8.5元。葱头上价41.7元，中价37.5元，下价26.7元。菜头上价15.1元，中价10元，下价8元。白菜上价25元，中价18.3元，下价10元。芹菜上价80元，中价52元，下价33.4元。刺瓜上价57.8元，中价36.7元，下价20元。关心空气状况，环境风正吹西南风，除了北部小可有污染物来累积，其他地区哦空气品质拢是良好的等级。另外，讲到天气方面，全台湾拢是好天晴云的天气。过到了后，各地山区会来落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透早中南部沿海地区嘛有机会来落短暂阵雨。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申办光纤上网55型4K 大电视，零元带回家，数量有限，速洽海阔大宽屏0809009658。想要业绩长虹，想要盈利翻倍，海阔新频道广告脱播，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提供最多元的曝光平台，让您财源滚滚发发发。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I'm Dr. Felice O'Donnell. COVID prevention is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In this video, let's review together 5 tips to prevent COVID. 1. Take your temperature daily. See a doctor if necessary. 2. Wear a mask. Change it when necessary. 3. Wash your hands often. Avoid touching your face. 4. Maintain social distance to prevent transmission. 5. Disinfect your environment. Maintain good ventilation. These 5 prevention tips
can help detect symptoms early and reduce the risk of transmission. To prevent COVID, everyone is important. Let's all do our part to protect each other's health. 专业的影像制作团队，多元频道的广告脱播，开拓新频道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